你不是会吗？你给那块弄下，你给那块弄下来。这儿啊，哎呀，掉了。这是防御棚。啊，明白了。知道挂在哪儿吗？知道这儿。哎，太聪明了。哎呀，天哪，我太聪明了。你太适合搭帐篷。我不是适合烤串吗？都适合你，都适合。你不说你会来着吗？怎么没说明书吗？这不是。你快快点，你给那个弄下来。哎，对。好，哎呀妈呀！哥，你不说你会答吗？ 接下来呢？哎，对了，固定，哎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别砸手，这咋整？哎，你搭完了？我去把那两个支起来。行。哎呀妈呀，要算了吧，哥哥，就我就跟我姐挤挤得了，少一个少一个吧。你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呢？这咋整啊？咱俩现在这是搭配问题，你看他俩都会弄，咱俩都不会弄，我掉个个怎么就行了？ 那什么？有道理。你会弄，他不会弄。我会，哪不会了？我来弄来，我来帮你。不是，阿杰，你会啊？来来来，这怎么整？哪一步不会了？先把它抬。好好就不咋会。哎呀妈，这帐篷搭的，姐，我跟你说啊，还得谢阳哥，你看他活干的啥都会。云峰不适合干这个事儿，真是。反正我投降。